是一个黑死病肆虐的年代，虽然人心惶惶，但是有个与世隔绝的欢乐的庄园，里面有两个幸福的家庭，有两个好傻好天真的小男孩韩森跟小女孩格雷特。
分和春熟一样辣的熊精。我靠，这位熊弟弟，你的口味很正宗啊！来，就给你们跟春熟一样辣熊。想他
你这小鬼，别来！爸，杀给我吧！令男孩意想不到的是，继承法奥力量的巫婆使用了法术，将他弹飞了出去。而且在男孩眼中看出，巫婆的战斗力竟然整整有10000，但他本身却只有30，就连一孩的攻击力又有50了。于是男孩终究被抓了起来。但就在这时，其实领主在当地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骑士，深受当地人民的尊重。男孩因此便下定决心要向他拜师。哟，那就是。开了一连串举起剑的课程。Tell me what you say, what you want, better for my dogs, do it every day, take it off, looking for all, making sure we ball, like
来找我的师傅，好，上梁。第二天鬼哭狼嚎，听到了没有？其实大哥哥好奇怪哦，那个巫婆又不是那谁，为什么为他说话？谁知道啊？原来他喜欢这种类型的。对啊，其实大哥哥眼光真的好奇怪。去前面北上面才拿到的神奇海螺吗？难道
Come on.